长夜漫漫，重点啊，不得放在最后吗？季晓，咱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的故事，甚至差一点成了悲剧。但是有故事的两个人，老了以后才有下酒的，不是？对吧？对。那天在法庭上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甚至每一个表情，我都会铭记一辈子。说重点。小欧，今夜的你格外美丽，就好像这玫瑰花一样艳丽出众。茫茫人海当中能让我遇到你，是我这一辈子莫大的荣幸。来，吃个虾吧。哎，你们也别干瞪眼啊，来吃啊，这虾好，来来来，吃着吃，来来来，一人一个，来，老婆，自己来自己来，来吃啊，干嘛呢？哎，你又干什么？哎呀，光顾着说话了啊！敬小欧的酒，咱还没喝呢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不行啊，咱走两个。来，哎，第二杯。哎，我就喜欢季晓欧这股飒劲儿啊，豪爽。你左一句喜欢，右一句喜欢的，那你倒是说清楚。喜欢就是喜欢啊，异性间没有喜欢啊，我就喜欢跟季晓欧。当兄弟，做哥们儿。严谨好。你的，既然严总那么欣赏我这个兄弟，那我也得回敬你一个，不是？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话，既幽默又感人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这杯敬你，干。一个不行，走两个，咱们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了。这白酒不能这么喝，